今天是你升职的日子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保证嘎嘎一打死。村里的事儿我帮你解决，你就告诉我具体我干啥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。时间，乡亲们来支棱起来。地点，这啥地方啊？荒山野岭的。人物，管我叫哥吗？你能不能不闹了？事件，我在村里当教师咋的了？教小孩掰手指头啊？你愿意，我不愿意。走。服了。咋回事啊？小花入库了，老妈有炮啊！就是贱。别躲！哥，哎呀呀，转过去干啥呀？是不是误会了？啥？不行！